朋友们好，我是玛塔瑜伽吧的韩老师，今天我们继续练习瑜伽。今天教女性朋友，尤其是白领朋友，缓解腰酸背痛和颈椎痛的提示，我们一起来练习吧。首先是两腿分开与肩同宽，做瑜伽风吹术式练习，也就是举起双手交。练习提示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瑜伽韩老师，我们下一期玛塔瑜伽吧见。